2017年10月8日，成都机场飞北京机场，白百合现身机场。她身穿军绿色宽松版风衣，玩休闲风，与助理慢慢走，休闲惬意，手上戒指抢镜。白百合口罩墨镜遮面现身机场，宽松风衣搭配球鞋，惬意闲逛，戒指抢镜。白百合脚踝上的元宝纹身亮了。据悉，她和陈羽凡的儿子小名就叫元宝。原来白百合是把对儿子的爱纹在脚踝。11月7日，刘诗诗大表姐刘雯以及白百合等艺人盛装亮相 Chanel 品牌活动现场。虽然白百合最近有出轨等负面新闻，但是也没有被 Chanel 这样的国际大品牌所抛弃。不过白百合这形象真心不敢恭维，短牛仔上衣搭配宽松牛仔九分裤高跟鞋，手里提着精致的香奈儿手包。貌似白百合也没有穿错衣服，但是这凌乱的发型却显得非常邋遢，整个人似乎也比早前胖一大圈的同时又老了好几岁的节奏。看完白百合再看刘诗诗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。利落的短发，抢到经典款连衣裙，手里提着鹅黄抢到包包，虽然没有任何精雕细琢，但是气场甩了白百合好几条街呀。